大家 好，我们是土拨鼠铁军工啊哈。然后那么开心没有啊，就是今天快要中秋节了，我们很开心。是今天呢一样呢，在大家外面塞车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这里带来一首很温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。好，这首歌呢其实很好听，然后呢因为之前也是很久以前的一部电影，所以呢它又红了起来哦。对，所以呢我们再来回味一下，这个电影也蛮久了，大家来想一想，猜得出这是什么电影吗？就是被遗忘的时光。对，你爆梗了，爆雷了是啊，是的啊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后面很吵，我没有办法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唱这首歌。等等，我们上次忘记跟大家讲了，如果觉得我们唱的歌好听的话，要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小铃铛。然后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会认真练习来唱给大家听哦。对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人留言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练习大家点的歌。这么惨的事情不用讲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带来这一首蔡琴的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噎到的感觉，突然想要融入感情的时候，更噎了一下。对，其实是看漏了。是好，好听吗？好听的话重播哦。真的，然后我们可以把两遍剪成一遍。不要，也可以啦。有，好好，我们会越来剪辑很累人，我们会越来越厉害的。对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直接就上了，五分钟前，今天唱什么？好吧，就这样了。来吧，要吃了之前还在装这个嘞，真的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咯，中秋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